為呢架咧係長途巡航車嘅設計，咁啊駕駛者嘅舒適度嚟講咧，亦都係唔會忽視嘅。咁呢架車亦都係有一個電動風擋嘅設計。咁呢個電動風擋咧就係好簡單，用一隻手指係電摩打操縱。無論你係停喺度又好，駕駛嗰陣時又好，你都可以隨意咁調校位車個風擋嘅高度嘅。咁擋風擋雨啦，擋沙擋泥擋石啦，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安全嘅設計嚟嘅。咁除咗其他嗰啲嚟講咧，呢架車咧亦都有一個設計咧，就係佢電動控制高低嘅頭燈。咁而家咧呢個就標準高度，咁而家咧開始將佢校到最低。咁大約咧係 2.5 個角度高同低嗰個比較，咁啊增加你夜晚行車或者係長途行車嗰個路照性能。